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合了一张卡牌来看一下封魔的卡牌。这张卡牌小鱼觉得还不错，加命中，加了两个物理穿透。这张古兰特王的卡牌小鱼准备给他卸了。我们换过一张卡牌，这一张怨灵鬼恋鬼的卡牌，这张卡牌里面也是带了物理穿透还有命中加成的。小鱼感觉物理穿透比加攻击的还要好，大家看到没有，目前小鱼全部的物理穿透是 10%。大家看到没有，今天的 C 位站着的是巴尔坦星人。这一个巴尔坦星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肯定都玩过吧，并且肯定都有一个六星的巴尔坦星人。有六星巴尔坦星人英雄的可以在弹幕或留言区打出必须有三个字，让小鱼看一下有多少人有这个英雄。这个巴尔坦星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平民角色啊，但是必须要买下这一个巴雷鲁的皮肤，因为买了皮肤之后他的技能会有很多的强化。 OK，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平民之神巴尔坦星人。首先我们还是老规矩，挑战贝利亚。今天小鱼应该不会像昨天迪迦那期视频一样那么惨了吧。 OK， 分身放出来啊，我们先来一个一技能冰冻柱接一个四技能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哎呦这个伤杠杠的哟。再一个三技能乱刀击败贝利亚，小伙伴们，并且巴雷鲁皮肤非常的酷，有没有，大家觉得皮肤怎么样，对比一下它的原皮，原皮简直太难看了，对不对，这大龙虾穿上皮肤之后还是比较酷的，对不对，有没有小伙伴跟小鱼一样非常喜欢这个皮肤的呀？ OK， 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站欧布暗药副本。这一关电弧贝利亚加摩格大蛇也是咱们的老对手了，小鱼基本上每期视频都要来暴揍他们一顿。有这一个大招被打断了，小伙伴们，一个一技能晕住两个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巴雷鲁分身非常的强，小鱼都没有出手，咱们的分身已经把他们打的已经是没有多少血了。再放一个分身来吧，一技能晕住两个，接一发四技能，哇这伤害可以哦。最后一个三技能，哎三技能被打断了，来一个二技能吧。果然是平民最强英雄之一，确实输出非常的 nice。 接下来挑战一下比较难打一点的水之魔王兽，继续挑战一下噩梦难度的。打水魔小鱼还是没有把握的，对，选一个彗星一击，防御破坏，攻击爆发，能量锁定，能量征服吧。 OK 来了，繁华落定一声霜，一条王座有目光，圣洁难度也微凉，家人继续难相帮，如今所愿梦一场，难以向往的一方，长夜独自漫漫不曾忘，此生已过半，昨日已负着青山，望穿这世间的尘缘，如你望山远，两人如散落花瓣，天在山看春雨梨花寒。真的是非常难打，小伙伴们，总共是花了四分多钟吧，才把这噩梦难度的水魔给他干掉。 OK， 我们最后来打一局竞技场，对面是74级的女王。巴尔坦星人打女王也是老对手了，先躲一下他的技能，再来一个一技能，看一下冰冻住了，冰冻住了，再来一个三技能，来继续冰冻，没冰冻住，直接来放我们的四技能，四技能是我们巴尔坦星人的一个主要输出来源。 OK， 大招好了，直接开启大招，OK， 只剩下最后一个强力迪迦分身搞一下。巴尔坦星人的这分身可以无限使用，小伙伴们，只要是减 CD 够，基本上是没有 CD 冷却的。 OK， 我们也是非常轻松就获得了胜利，小伙伴们。那么各位小伙伴喜欢巴尔坦星人这个英雄吗？喜欢的话可以在留言区打出你的看法哦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拜。